夫人受到的算是较严重的创伤性脑损伤。敢有啥物方法会用让阿嬷赶紧醒过来？加甲伊讲话，讲一寡伊爱听的代志。阿嬷，我伫你面头前哦，甲丹青求婚啊，你嘛顶头啊，今仔嘛就背景，听我再见证啊。啊，阿嬷。妈，你清醒啊，妈！三立台湾台30周年大戏《天道》。这世界上想了解我的人，就是干爹你啊！我做咩啊？三立，你们干爹，我干爹啊！原来你讲的代志，不是什么意外，是你用尽心机安排。但是发生了，我不是用足侪时间陪伴在你身躯边。他唔跟你耍咧对台话，你真正是鬼个人咯！三立台湾台30周年大戏《天道》，我要进戏了，坐等进你们啊！啊，唔过我一定爱等你，等你清醒，替我做见证啊！子孙哪会当坐等亲啊？你一定要坚持落去哦！袂去，我一定要爬起来。妈，你清醒啊！妈，妈，这是大嫂去北药的时阵，我监视器拾到的画面。我即摆上重要的，就是奥林索的安心。我还让伊知影，伊无必要去吃子谦的醋。为着万多无安全感，伊竟然甘愿用家己巴肚内底的囡仔来搬。这疑点，你家己拢无认真思考过。敢讲我之前用的是真实的，正月真正爱着阮娘，所以才会遐尼反常。我是要咱继续相信。再见，外丑伦。就算是阮爸命令，你嘛袂当答应啊！真正拢讲现金啊！你讲的代志是啥意思？是你用尽心机的安排，你就是要我乖乖照你的安排，我就是真疯掉了。如果我是伊不学计划，伊不听手段，阿哥只想袂到，伊是丧心病狂的这种程度，你是怎个秘密？你说我人死啊，你还要变作是鬼？之前你可以知影，我要保庇家己的亲人，不过你煞来对待我。你莫来讲，我不会当讲。你真正是死不了。